父亲在信里一次次跟罗教授提到，想来资本的最大功用，不是经营财富，而是支持有识之士追求理想，实现抱负。 是你们让我豁然开朗，一个中饱私囊、贪污腐败的资本家，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。我甚至还没有见过其他的金融业者这样的理解资本。看来，陆教授。 把信给你，他给对了，是给对了。他如果没有给我这些信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。你失去了胸襟那么开阔的父亲，脾气那么和善的。 时间不曾改变它的模样，似细水般清澈荡漾，永恒的无常，中流浪，在钻石面前，谁不会心生荡漾？似佳酿般惆怅。 瞬间永恒中摇晃，梦开始的地方，光芒万丈，逃得过月色微凉，逃不过星光点将，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，似火光般灿烂激昂。 碰撞中想象，在爱情面前，谁不是小鹿乱撞？经得起白露为霜，守得住烈日灼伤，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。 瞬间永恒中摇晃，梦开始的地方，光芒万丈，逃得过月色微凉，逃不过星光点将，愿你心中所想，乘风破浪。